然后就觉得每一次上台的时候都还是会紧张，因为这一次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们，所以让我保持一点紧张。有时候第一次相见的朋友，可能你们之前都是在电视机里面看到我 KTV 的时候呢。 OK，的时候我说让大家站起来，然后突然又坐下了，是因为害羞不好意思。哦，会挡住后面，那后面站起来不就可以了吗？啊，真的吗？你们知道每一次看演唱会，能够要吸引台上的歌手看到你们，就是像刚刚妹妹一样。你知道她全程在前面一直在，然后我的目光就锁定你。气氛足，因为我看着后面人都没我动，我觉得很尴尬，我就一直在晃一直在晃，真的。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我觉得你对后面的气氛现在起来我觉得很好很好。真的吗？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气氛就不要掉下去，就一直往上。 OK OK， 我会给你负责气氛组的。真的吗？跟在线下跟线上看演唱会不一样。